咱们来看一个位于洛杉矶尔湾封闭社区的新开盘的一个高性价比楼盘。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这是一个标准的大独栋别墅，咱们一进客厅呢，首先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大挑高，非常非常的漂亮。整个楼盘呢有三个户型组成，提供了3到5房，从2750尺到3300尺的一个不等的面积。咱们视频里看到的是这个楼盘的户型一，这个样板间呢是4个房间、4个卫生间、2车位的标准车库。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这个房子最多也可以做成5个房间。值得表扬的是，这个房子一楼是可以有双卧室的设计，也就是说2个卧室在一楼，2个卧室在二楼，或者是呢2个卧室在一楼，3个卧室在二楼。咱们视频里看到是一楼的这个卧室和它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的面积还有衣橱的面积和卧室的大小都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从卧室的窗户里是可以看到后院的。咱们接下来呢再看另一间卧室，这个样板间呢是把这间卧室装饰成书房的样子，当然了你也可以用它作为一个书房，如果用不了那么多房间的话。咱们通过折叠式的楼梯上到了二楼，这里呢可以看到大挑高，还有二楼的一个客厅。这样的话呢，来了朋友跟家里人之间的生活可以互不打扰。咱们边看这个大主卧，边跟您讲一下它的持有成本。这个房子的房产税呢是1.4%到1.5%，它的物业费呢是289块钱一个月。社区里面配备了泳池、会所等各项设施。咱们可以看到视频里这个样板间的后院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楼盘所属的学区也是非常棒的顶级学区，目前刚开盘139万起。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单独找我，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咱们下次接着聊。